这个真的好帅，不好帅啊！哇哦！真的会推荐。哇哦 ！Nice。老板人都很好哎。嗯。只要看颜色很乖，很好吃。真的是这么大块耶。欢迎收看一只阿元，别忘记帮我按个赞，还有订阅频道哦。阿妞是慧米的，我人现在在桃园机场，这里有小花哦。哎，小花已经很久没有跟我一起拍片哦。没错没错，因为她有点助理。没错，好喜人。最近都有点害怕小花就是可能会吃素之类的，我非常关心她的一些心灵状态。不会不会，别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今天跟小花呢，我们要一起出差，我们要去大阪。哎，我是不是第一次去大阪？而且我对大阪真的超级不熟的，所以我昨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就发现，哎，我对这个地方超陌生。我们这一次呢去大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说日本人他们有没有一些推荐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呢是会跟日本人对话的。但不用担心，我这次有带这一台 Samsung Galaxy Z6，因为呢它有翻译功能的关系，我这边讲中文，它就会有那个日文跑出来，这样就可以直接跟日本人对话。这一台就是不只有翻译功能，反正就是还有非常多很棒的功能都会在这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就是靠着这一支呢就可以在日本玩好玩满。据说最近是变 I 人是吗？对对，我最近就是变得有点 I， 所以我就是连跟小花在对话的时候我都微紧张。有要到这样子，压力到多大。然后我们这次是挑战要跟日本陌生人搭话，对，所以我才想说要找你去啊，因为你超级 E 人，所以你应该可以帮我。你们知道 EFP 是一中最 I 的吗？真的假的？对对。好，那怎么办？反正我们今天就是靠你手机。没错，反正我们今天就是有 Samsung Galaxy Z6 的翻译，所以呢完全不用担心。嗯，对，有它的话呢，我就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在那边畅行无阻。Osaka，我们现在呢，因为要搭那个他们的地铁进市区，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不熟，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找一下，知道怎么去。哦，所以入境后，然后就这样沿着上来。等一下应该是一些未知的挑战哦。没错，而且我们等一下就是还要问日本人说有没有推荐吃的店。对，压力好大哦。加油。OK， 行きましょう。哪里？这种吗？好。哎，好像有点印象，在那边吧。关西空港站。我们呢，现在搭的是南海机场线。对对对，因为这边在机场，然后它在外面的那个颜色是那个橘红色的，反正就是你只要西瓜卡逼进来就可以直接下楼搭。然后我们现在要往南波，我们现在呢要用 Samsung Galaxy Z6 来拍一张自拍，因为它一样呢是可以多角度自拍，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放在我们的这行李箱。嗯，那我们很帅吗？没错，我们现在在车厢里面，直接来一张啊。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南波站了，刚刚从机场过来，这样只要970日币，也超便宜的。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决定呢，就是要加快脚步，所以我们要在南波站这边呢，直接叫计程车。到了，这就是我这一次订的饭店。我这次订的这个呢，是那个三井花园饭店。哦，对，它好像是在那个大阪是唯一一间。不错哎，看起来很高级。哎呦，哎，真的很不错哎！你手机这样拿着，很像 V8 哎，是不是？带大家看一下这一次订的三井花园的大厅大概长怎样。那，如果我想要看比较近一点的地方呢？就这样子。哦哦，它这边有个这个轴，然后可以这样子拉，拉远拉近。这个大厅真是超大，我这还可以看到我自己哎，因为我特别把它翻那个封面的一部画面，可以让你看到自己，让不管是在拍照或者是被拍的人，可以直接看到自己。我还可以知道我要毕业。Yeah. 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应该去哪里呢？我们现在要去黑门市场东西。到黑门市场了！天哪，给大家看 ！Oh my god， 这就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看 ，Oh my god，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真的好帅，不好帅！我现在呢要打开这个语音翻译。嗯，我先锁定可能是日本人跟我沟通。嗯，那我先问一个问题，我只要打开这个，嗯，它就会有双面翻译窗的这个画面跑出来。哦，所以你问问题，然后他也会懂得说什么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哦，有没有推荐的美食？那个
すすめの食べ物があるかもう知っています。おすすめ、寿司、お寿司かカレ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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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っすぐ行って左、端にあります。有有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基本上就是你在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如果路人就是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就是又有一些语助词的话，他其实就全部都会翻译进去。嗯，对，所以就是他算是一个我觉得比较自然，可以比较自然的翻译功能。然后只要旁边有人讲话，他全部都会收得进去。嗯，对，所以就是我们主要就是已经有侦测到，他刚刚是说咖喱跟寿司，刚刚就是阿姨是说这一间寿司好像很厉害。这是我们刚刚点的，一共点了八盘，等一下不够再继续点。Let's get this guy see。这好像是比目鱼炙烧，阿姨真的很会推荐。军舰，我一直军舰。哇哦！好吃，我们要继续慢慢吃。下一间，其实我们吃的很快。看一下我们刚刚花多少钱好了，刚花5000多块啊，1000台币就算蛮便宜的，因为我们只吃了8盘，9盘，因为我还要点乌尼。对，可以吧？还行还行，因为我们是吃那种大厅里面，我们是说什么吃户外的。对，黑门西餐，哇，是乌尼，加小吃吗？这个乌尼真的是看起来很新鲜呢，要感觉到现在吃的，而且它感觉很好吃。对，超大的，真好，超大。OK， 我们到每到一站就要拍个食物特写。没错，我这次食物特写就是全部通都是要用三星的那个神算的 CP6， 看起来超好吃，超好吃。这个真的是要细嚼慢咽把它吃下去。你觉得跟？蛋糕、甜起司、布丁、奶酪，这么多口感，对，它是非常绵密的奶酪的口感。比刚刚吃的那个海胆军舰还要好吃耶！它非常的鲜甜，而且它没有任何的腥味，它每一片都超肥的，超肥厚，真的。再来是小花点的，这个是什么？这是那个我们店员姐姐推荐，说要吃这个。哎，那你吃看，螺，反正就是某种贝类。他说这个可以，他说这个本来可以生吃，啥心想说，太假了，所以想说这样子吃喽。好，如何？蛮像鲍鱼的，蛮像鲍鱼。那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它就是那种鲍鱼的那种口感，它里面真的长得超像鲍鱼的。而且它超级大块的，老实说，它真的超大块的。你知道，就是吃完那种就是胆固醇很高的东西，我会就是觉得有点负担。很好，虽然它真的是蛮好的，对，它都吃了三颗，一次吃三颗的蛋黄一样。对，所以我现在就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对，不过是真的是蛮好吃的。那我们就等一下去下一个地方逛街。接下来我们要去的第二个地方就是通天阁，因为我们要去那边的溜滑梯。对，因为我上去的时候休息，所以你也没溜过。我没有溜过，真的气死。很期待耶，边走边晃晃是不是可以拍个照这样？没错。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发一张限发个限动？因为我们刚走在机场发限动过。没错，因为大家现在都在问说我人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发限动前呢，就是我们要来做一个特别的事情，我们来按这个涂鸦转图像。按什么？你就是可以随意的画你想要画的东西，然后它就可以让你这张照片就变得很酷搜。哦，所以就是我画什么它就生成什么吗？对，它是 AI 生成，这么酷。还是我画一个兔子啊，看它会长怎样？讲真，应该是可以吧。这样有像兔子吗？我们看它生成。好，乌鸦转换成实体。它生成成一只真的兔子，哎，真的很夸张哎！我刚刚吓到，我刚刚原本以为它会是个卡通的兔子。它给我真的哎！那你现在赶快随便再撇几笔，看它会跑出什么吧？感觉好笑，最吵的那种，最吵的那种。这样。好，够吵够吵。这样你就可以无限的创作哎。老实说蛮真实的，很真的，我现在完成。我们发现到时候我们在路上有兔子，然后别人会相信的感觉。好，我发了，发。我不知道多少会有多少人会回说真的有兔子这样子。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费用是这样子，如此。紧张吗？还好吧，因为他刚刚骑超快的，他这边下来，这个荧幕下来，人下来之后没几秒，他就从那边出来了。
来来来，哦哦，超快！你会紧张吗？好像还好啊，因为你知道我上礼拜去新加坡搭那个啊荡秋千，自从搭完那个之后，这种对我来说都还好。这么大声的，受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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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得我上礼拜去新加坡搭那个啊荡秋千，自从搭完那个之后，这种对我来说都还好。我们到天王寺了，然后这边应该是那个它的地铁站，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逛。但这边不只有那个，不只有那种宅宅，它也有那种衣服什么。哦，任何的连美食街都有看，后面都是那个吃的。是的。Oh my god, Ruby。这是什么？它是衣服，它是衣服，可以啊，就是买一个纪念性的。这个就是你买了你可以穿的。会脏吗？谢谢。谁？西海老师娜娜米。那这是《怀玉玉泽篇》的，就是所有的读者心最感动的篇，但是就已经没了。好彩哦，好，先这样，先这样。反正如果你是很喜欢看动漫的话，就推荐来这个 Jump， 对对对 Jump， 就是东京也有，然后大阪这边就有好几间店。但就是结账的时候，他也要让我们抽一份小。这个多少钱？660。我超喜欢抽这种。就是、好好好，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抽。哇，好，好，好，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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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K。OK， 哦，天哪天哪，不是，真的超爱抽这个，我先给你看隔壁，偷偷看，偷偷看，那隔壁的朋友他买了这样两袋，超多的。就问他袋子哪里买的，不好意思，可以问你这个袋子哪里买的吗？哎妈！哦，吓死！我想问这个袋子是哪里买的？这里是那个需要购物才能那个什么。你们需要这个机器人要带着吗？那是我的，那是我的。哦，好棒哦！你人真好，谢谢，这个是可以给我。对对对对，谢谢。但是有人会把那袋子扔掉，会扔掉。我这个我会把它放进表框。对，我除了五条悟，我都喜欢那些。其实我是喜欢娜娜米，但是最新的是不是没有吗？有啊，有啊，什么娜娜米？哎，搞笑，我是搞笑，送你的。Oh my god！谢谢，拜拜，谢谢，谢谢他的朋友，帮我拍照，帮我拍照。好，没问题，没问题。三二 ，OK， 立刻发，可以，顺便再来做个图。你要画什么呢？就是我家有没有什么什么图案之类的？画熊吗？我是觉得，如果这样子可以分辨出熊猫的话，这个手机真的是太厉害了。哎、很强啊！但是我刚画的很像哎、欸，没有是他的，是他的 AI 辨识很强，是他的智慧很强。那我起鸡皮疙瘩，真的，你赶快发，你赶快发。像什么？我们要找一间那个咖啡厅，结果我刚刚 DJI 有拍到，然后我们不知道那个餐厅名字叫什么，所以我们这个以图搜图，对，以图搜图的方式找出这个店。好，圈起来看一下它的画面。第一次有 ，Oh my god！ 六楼，六楼，很强哎！你看这边超多的，很可爱，超可爱的。重点是我们完全看不懂哦，这是日文，我是看不懂哎。薰衣草，薰衣草苹果，郁金香桃，含羞草，然后柳橙。你这个我这个，好，这颜色比较好看。可以，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呢是自动变焦模式，然后我现在这个呢是原本的焦距，那它待会就是会放大。它是那个 AI 智慧，所以它就是会依照它自己就是侦测到的东西，然后帮你就是自动做变焦。六拍起来跟后对对，真的真的，就它一代比一代还要厉害，真的。它还饮料站吗？看，这是香菜吗？各位，是吗？果冻哎，它的果冻就是它的口味。嗯，好喝哎，嗯。
我们现在就是要挑战问旁边，就是日本的女生，因为这边真的是公共区没有办法太大声把那个声音播出来，不然的话我们很尴尬。带这个先送 box， 他是第三代。你好，我们是来自台湾的旅客，想询问您大阪有没有推荐的晚餐可以吃？有，翻译哦。お好み焼きが何か知ってますか？他问我就是一个什么烧烤的东西是什么，问我知道吗？哦。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他现在还要给我看照片。哦，大阪烧。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哪里买的？这个そこです。有，他们是同号，他们是同号。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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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怎样？大阪人都很好哎。老板要一分赏哪一个给他们抽？Choose one, choose on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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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做不到。OK, go go, mate. OK, OK, OK. Choose one. It's okay. OK. 大家看动漫是正确的选择。你会交朋友 ？Oh my god!OK， 好。哇哦，这是芒果冰，这个是刚刚那个女生喝的，来喝喝看到底好不好喝。好甜啊，很，可是蛮清爽的，冰淇淋清水感，有一点果肉的味道。这选的长怎样？它虽然每一个颜色就是代表一个角色，但老实说，我觉得不要选黄色。太有点甜了，那我们等一下就是直接去吃大阪烧，好期待哦！哦，这边真的很高级又很舒服哎，这里是有冷气，哎，看起来都很好吃哎。おすすめ、おすすめです、おすすめ、which one？ 哦 ，OK，OK，OK。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哇 ！Oh my gosh！这样如何？你像在吃咸的可丽饼，但是它是厚的，因为有一点点像在吃福星葱肉饼，它有一个酱油的香气，所以口感很不一样。而且它就是因为里面很绵密，然后外面是很酥的，所以它吃起来就会觉得有一种渐层的那种感觉。欢欢，我们是这间叫做千房，然后还有好像四层楼还有五层楼嘛。对，刚刚完全没人在等客嘛，所以推荐大家六点来。但是那个大阪烧如何？其实我觉得吃到最后有点腻，因为它好大、哦，它其实很大，对不对？拍照，快点跟库里库拍。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在道顿窟。没错，道顿窟一定要来拍，就是跟这个库里。没错，他超级在拍照的。可是因为其实光线其实蛮暗的，这样拍都没问题。而且因为现在是晚上的时间，老实说晚上跟白天拍起来绝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呢，我们这一台对手的 D56 呢，它有超明亮的暗夜模式，所以它的暗夜摄影呢，就是可以帮你拍出超级清晰，不用担心说晚上拍呢会有那种模糊的问题。哦。OK。它夜拍模式人都不会糊掉哎、欸，完全不会糊掉，而且它也不会有颗粒。固力果上面的灯是蛮亮的、欸，好亮的，真的啊！你手机不是也会？还是我们红灯多？我们晚上就是要越暗越亮，没有错。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它这一次的这个感应可能是第五代完全做不到的。第五代呢，就是单纯就只有封面萤幕，就是会有它那个图案效果。但是这一次第六代呢，它是完全会有这种霓虹灯效果，然后不只是这样子。它的外前面这边的封面萤幕呢，你看它除了这个图案之外，它其实呢是有互动的，可以依照不同的方向，它就可以这样子吹来吹去，超可爱的。OK， 现在下雨了。没错，然后因为我们呢有最后一间店想要去吃，就是我们想要在这附近找一间居酒屋，所以我们决定呢一样要随机问路人。我先把我要讲的话先储存，然后直接秀给对方看这样子。
请问附近有推荐的居酒屋吗？看起来应该是正确的。对对对，看起来应该是正确的。我现在就是无助感，到底要找谁呢？哪里有找日本人呢？不是，因为你也不确定他是哪里人，你知道吗？对，应该很靠近你。还是我们进去买个化妆品，然后问店员。姐姐很认真地帮我们找，哇！天哪 ，Oh my gosh！ 我们真的是很拍谁，身为 I 人真的压力好大。OK， 压力感都。有，我们终于找到了，有！刚刚姐姐们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在帮我们找，就是好吃的居酒屋，然后还有我们说想要吃海鲜还是想要吃肉，我最后就说没关系，就是姐姐你推荐你吃过就好了，所以她刚刚推荐在这附近。走路大概7分钟左右的，我们现在去吃这间。好，没问题 ，Go Go。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小巷子，这边很有情调，你看是不是那种日本传统那种居酒屋的灯摆饰？对对对，我们现在在这边来拍个照。它的超明亮夜拍模式呢，就是真的是可以让你在黑暗的地方也可以拍的超级明亮。刚点的野菜，想说吃一下菜。它是那种果醋的酱，这什么？感觉像是猪肉哎。嗯，好吃，就是五花口味的。然后它还有再加上它的蛋黄香，其实很 Q 味。它什么口感啊？它有点像是烩饭的那种汁的味道，然后因为它是胡麻，再加上蛋黄，然后它这个肉应该是猪。但它是凉拌的，它应该是有熟啦，很好吃。只要它颜色很乖，它很好吃。这是猪肉串，今天只有卖猪肉，很好吃，它超 Q 的。超级害怕这种串烧会很柴，它中间很嫩，很像在吃鸡肉，很好吃。我有吓到那种好吃。我很少在就是这种没有很贵的串烧店吃到这种等级的，很少。果然是日本人推荐的，真的真的。它超 juicy， 我跟你讲，这肉丸真的是超嫩，它不会柴。真的是大推，真的。吃叉烧饭。很平凡的食物，可是你突然觉得就是它吃起来的味道，很像妈妈做的菜。背景帮你多开一点，看起来是蛮亮的，而且它是不会糊的，就是很清楚的那种照片。好，我们刚刚把热汤的食物给解决掉。好，因为感觉就是旁边已经开始喝开了。对对对，我们不要打扰别人。对。耶，我们进来我们的房间了。没错，床真是蛮大的，单人加大感觉。我跟你讲，非常有弹性，因为我之前住过一次三井，是跟小屋一起来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三井是小而巧，就很适合两个人一起来的时候住，但是街景啊，对，街景感，反正基本就是看起来是还不错，干湿分离，这边是浴室。这边就是洗脸的地方，对，厕所就是有点点就是小小的，小小的，但是反正在日本都会有这种免治马桶，我觉得很赞。有浴缸哎、欸，没有买那个，我有时候很常做到没浴缸的，没有找球。其实浴室真的也是蛮不错的，不错啊。然后你看都有附厕所好，什么都好，我觉得。哎、欸，真的，厕所不好的话就是心情会很差，没错。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一次呢拿的这一台 Samsung Galaxy Z Flip 6，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对它就是。有点陌生，或者是很想换，然后想要透过这一支影片呢，想要更了解它。那因为呢，我一路是从第四代就是换到第六代，我每一代我都有使用过。那这一次呢，就是我有整理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很不错的地方，想要来跟你们分享。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这一次其实第五代我也有带来，然后第六代我有带来。其实这两个呢，就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缝隙它又更紧密了。其实第五代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已经变得很紧密，就是可以夹雨伞了。但第六代呢更没有问题，我随便夹一张纸，纸是完全不会掉的。
对，所以呢，就是我看之前有其他创作者会把它夹在雨伞上面，就是日本创作者会这样做，我觉得蛮酷的。然后这一台它也是防水，所以你就是要下水玩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它又很轻巧，然后也很小台，所以放在小包包里面也是完全 OK 的。就现在女生都很喜欢带小包包，这一台完全放得进去。第二点呢，是我在影片里面有跟大家分享的，它这一次呢，它的后镜头夜拍模式升级到了5000万画素。其实第五代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它夜拍算不错，但第六代的话更清晰，更不会有那种颗粒感，然后也不会有那种模糊的感觉。而且重点是它还有 AI 的变焦功能，所以如果你跟很多人一起拍摄的话呢，它其实就可以把那个距离拉更远，大家通通都可以挤在那个画面里面。那再来呢，第三点呢是三星的 Galaxy AI 功能，它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赞的呢，不管是翻译啊或修图什么之类的，就是都变得更先进。像我这一次来日本，我完全不会日文，但我使用了它的那个 AI 智慧翻译，就可以轻松的跟日本人沟通跟对话。它在 AI 的翻译功能上面，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呢，大家无论去任何地方呢，都可以带着这一台，就可以让你畅行无阻。然后再来呢，是那个拍照，那个拍照，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被我们给骗了，我们就是在那张照片里面呢，就是画了一个，我们画了一个兔子，然后大家就以为我们真的在通天阁遇到兔子。其实呢，我们是透过它就是内建的涂鸦转图像，然后你可以随便画你想要画的东西，你可以画爱心、画星星，你想要画任何动物都可以，它就可以帮你做出一张非常酷手的照片。哎，讲到翻译那边很聪明，因为我真的觉得双屏幕翻译这件事情非常棒。对，因为它其实会在这个封面萤幕上面让对方可以知道说你还在问什么问题，然后它也可以透过这个封面萤幕就是按下语音，然后呢它就可以继续讲话，然后你这边也可以直接看得到。那你觉得这次就是谁送给的是第六个电池？老实讲，就因为我从第三代我就有开始合作过了，所以我一路到第六代，它的容量有越来越大，而且就是它的续航力也有越来越长，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像是这一台的话，我今天用一整天，它到目前为止它还有14%，而且我今天不是100%出门，我今天是85%出门。真假？哎，我们今天拍一堆照片还录影，我们还有录影，因为基本上录影是非常的消耗电量的。但它现在还有14%，而且现在已经快要12点了，就表示说它其实就是电量真的是非常的足够，真的很强。对，我觉得这次颜色真的很可爱，我觉得可以选黄色，因为 Joyce 也是挑黄色。我跟你讲，黄色真的超可爱，超级无敌可爱。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其实也可以私讯问我，就是有关于这一支手机的一些你们想要知道的一些疑难杂症等等之类的。那希望这一次呢，我跟小花两个人呢，就是一起在大阪的旅行，你们就是会喜欢，然后呢，就是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会把所有的餐厅资讯呢放在资讯栏，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来做笔记。然后最后一间店一定要吃。那如果要选今天最佳照片的话，你会选哪？老实说，其实是居酒屋里面的照片。真的吗？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暗的环境下，它可以拍出就是这么好看的照片，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很强大。这次是我的太精，超级无敌可爱的。对，好啦，那你们喜欢什么呢？就留言一下跟我讲吧。好，喜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